啊，唱完了啊，这个不管是唱的不好还是好，反正是现场的了，就是一遍，就是一遍唱吧。谢谢大熊，谢谢小叔，谢谢我们家的小夏，谢谢还有凤哥的天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入神了，人家说好听的歌曲不一定非得是嗨曲，我傻了雪儿，我去跑骚。好好，大熊，你录音了吗？谢谢大熊，抢红包，抢红包！感谢大熊，谢谢大熊，拜拜。谢谢小师傅，对大家顶一下神曲啊！神曲的名字叫我天注定，人的命天注定啊，在你们的小视频里面。感谢小夏，我给你上个黄马。这歌是我初中听的，你暴露了年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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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但是我唱歌的无所谓啊，因为我唱我可以唱好多年代的歌。但是他说他初中的时候听的。穿红衣服好看吗？小夏，我给你上黄马了，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听的歌啊？我给你唱。书生，你刚才找小迷弟干什么？谢谢啊，我们未命名。谢谢默默，默默，你马甲以前就是这个吗？还是改了？红色显白，我本来就挺白的。黑衣服显得气质好。你可以点歌，想听什么歌呀？哥，我在。书生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小夏，点歌要钱吗？点歌不要钱，都是免费的。昨天答应帮他点首歌的，昨天他特别卖力的在顶神曲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家大哥多有戏，连游客他们都关心。诸葛林的妈妈可以吗？嗯，可以唱，下首我就给你唱。那到不了，好的。你看看书生，你问一下小迷弟，小迷弟，书生帮你点歌了。你看看你想听什么，我给你唱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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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我家书生，谢谢，哇塞，谢谢。噔噔噔噔。诸葛里的妈。哎，实在是太好了，咱家这些人酷。帮迷弟点首《人的命天注定》，还没听多，厉害了。好嘞，那咱们家按顺序来呗，书生让我给你唱一首《人的命天注定》，我想笑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，谢谢咱安书生啊，跟我们小夏先唱这首歌啊。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夜里却点点泪花。
这多牵挂。好模糊，可能是我一站远了就模糊。这首歌叫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送给我们家小夏，感谢我们家小夏丘比特还有棒棒糖，谢谢。好像我一站远了就会模糊。二人君子，老大妈妈都唱了父亲的，父亲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我就很少唱。下面一首到不了送给正人君子啊，是他点的，然后就是人的命天注定，是我们家书生帮我们小梅弟点的，听这首歌一点都不想动。嗯，我们把他们点的歌给他们先唱完，然后我们坐着好好聊会儿天吧，好不好？手机调成高清就不卡了。唱一首到不了送给大家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到不了的地方，那你的心里呢？终点却
是我永远逃不了，感觉你来到，山峰的呼啸，思念像孤鸟，竟如此难熬，每分歌就给你唱一个人的命，听注定唱对感觉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多歌其实走心了的话就能稍微好听一点。今天怎么不掉线？你没有还等着我掉线。老大太牛了，歌舞排行第五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突破了吗？我打破记录了吗？排过第五了？今天网络也好，骗我的，你妹！第四吗？第五吗？我第六已经很满足了。不掉线不习惯是不是？不行，我还得给咱们家小迷弟唱完呢。这书生帮他点的歌，不能给他断开。我要唱完那首歌以后了，再休息。完事儿，我们还能唱完这首歌，还大概能唱个四首歌，我们才得下播呢。来得及，来得及。谢谢我们家零度。
大家都在公屏打字啊，咱们家的感谢团你们给我上。人的命天注定。开始，小迷弟，你是不是应该谢谢一下书生哥哥呀？就是这首歌，希望大家能去给我顶一下神曲。我上传的神曲就是这首歌，大家如果觉得好听，大家一起去给我顶一顶好不好？转发、评论跟点赞，还有播放量，进去了再出来，进去了再出来，进去了点几下赞再出来，就这样，这样就算顶神曲了啊。上下雨地上流啊，山外钟会永不休啊，山外青山那、啊、楼外楼啊，功名利禄不强求啊，难想高来你享受啊，人的心思他难看透啊，问君能有几多愁啊，没钱没才能拉呢，现在拉不了，这就是二人转、啊、新学的我们不一样，给你们唱完了。这歌吊人气，我觉得还好吧，因为大主播今天开直播开的多了，可能是分散了吧，再加上阿泽也开直播了，他们都开直播了，所以可能是人气分散的问题。对，
因为头上一直在有飞机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今天咱们公屏已经刷屏很快了，人已经说话的挺频繁了。对，咱们家一般现在好多人看见什么飞机，他们都不会走了，铁粉不会走，就是游客看热闹的看飞机会过去，然后看完了觉得没什么事儿，然后再回来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位是小号种，欢迎大家来到雪儿的直播间。大家没有过真爱的小伙伴过一下真爱，现在难得我不卡，大家就珍惜我不卡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一起把真爱过一下。没毛病，你拜拜拜什么？你在抢红包呢吗？又不是给老大刷，有啥好看的？咱家人那天闹着玩说，不给老大刷的都是弟弟，再有钱也是弟弟。我自己画个飞机在画个飞机电脑旁边放着，那我自己画个推荐给自己画第一个。我一直在第一推荐第一个排行。我怎么感觉雪儿比我小呢？叫雪儿姐姐。没毛病，你想听什么歌吗？我给你唱。你想听什么歌吗？我给你唱。还有小夏，你们都可以继续点歌。手机推荐一直是第一，那就行了。老大把火腿拿上，看看吃掉多少吧。好。你唱啥都喜欢。你必须的点儿。我这衣服一千多呢。这料好，不要笑话我，不要嘲笑我的衣服。这不是生吃，这是熟的，老进味儿了。这个，我这个是时装秀里杂志的一件衣服。哎呀，说你也不懂。说你也不懂。这个姿势的那张照片，那外国女的就是这姿势，就这样的，站不站？重摆一下，就这样的，这不骗你，穿这件衣服模特就是这么照的。哎，简直。没有品味，简直没有品味。没爱了，没毛病。你不点歌啊？那我就自己唱吧。让你点歌，你不点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不给你好了。
天邪，你那名怎么越来越短呢？啊，水儿的名怎么没了呢？给，那行，那你点吧，没毛病。你想听什么？免费的歌，不要钱，你点吧，我给你唱。谢谢唱孟婆的我，二人转的女的都穿这衣服，不是这个衣服不是二人转的。哎呀，这衣服多好看呢、啊！都比雪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张柏芝，我看看张柏芝长啥样啊？张柏芝，嗯，走江南。啊，张柏芝原来长这样的。你说我像年轻时候的张柏芝，哦，啊，这样的啊，你妹呀、啊，你还像宋小宝呢，哎我操，真挺好看的啊，这么一看。怎么能这样呢？点什么歌啊？满脸都是胶原蛋白，张柏芝吗？我觉得还好呀。爱河，为情所伤，老大好多人点歌哦，好吧，给你们唱，那就唱一个爱河。唱一首《爱河》送给大家啊！孟婆的我啊，好。放开了我，已经褪了色的相册，再也看不到彩虹的颜色。虽然模糊了你，但我看清了自己，守在诺言里欺骗自己。哦，为什么说不出口？难道分手就不能做朋友？为什么你要远走？难道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？如果让你重新爱过，你会不会爱我？爱情让人拥有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曾经和你一起走过传说中的爱河，已经被我泪水淹没，变成痛苦的爱河。谢孟婆的晚安，下午给你唱啊。谢谢孟婆的晚安，谢谢我家书生，谢谢晚安。分开了我，已经褪了色的相思，再也看不到彩虹的颜色。虽然模糊了你，但我看清了自己，在诺言里欺骗自己。哦，为什么越不出口？难道分手就不能做朋友？为什么你要远走？难道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？如果让你重新爱过，你会收了弹窗。
的分手就不能做朋友，为什么你要远走？难道这就是你分手的借口？嗨哥，一套套餐。会不会爱我？爱情让人拥有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曾经和你一起走过传说中的爱河，已经被无力时淹没，变成痛苦的爱河。谢谢小夏，谢谢。爱情让人拥有快乐，也会带来折磨。曾经和你一起走过传说中的爱河，已经被掉线会传染吗？你不但总掉线，谢谢我们的蜜君，谢谢你不但会总掉线，你还会被我传染的慢慢的变二。当然了，也有好的地方，就是你会被我传染的越来越好看。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我们小夏的守护，谢谢，我非常开心。小夏，你又有点歌的机会了。小夏有逗逼的潜质，感觉他年龄应该不是很大，最大的话也就80后，正常猜测应该是90后。给我林哥唱个什么歌呢？守护才是大哥，对，咱们家守护，欢迎正人君子。咱们家守护们，你们可以说话呀。哇，咱们家守护这么多在线的，你们棒棒的守护。我62的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不信。62的，你比我爸都大了。孟婆的碗是吧？好的。欢迎君子，林哥想听什么告我。92年的是吧？还行，也就比我大2岁。孟婆的碗，你们别在公屏乱说话啊，小心封人啊。觉得换个衣服，我觉得你还是换个频道吧，这样的话更方便点，利人利己，简单。换个频道就好了。小夏，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脚步轻飘的失去平衡，你在哪里？我喊着你的名，可声音来不及扩散，便消失得没了踪影。眼前这爱到奈何家境，你我的点点滴滴。
相守，抱着你不分离。想起你让我心揪，敲碎了敲碎了当初的好，挥起手刀翻梦过的碗，落在地碎成两半。梦过的会对我发慈悲，不让我魂魄随风飘飞。我的爱浓浓将你包围，来世相依偎。谢谢师兄，尽情的点歌，这首歌叫《孟婆的碗》。两江之来到，奈何桥前燕，我思也不见孟婆的那只碗，我不能忘记我的甜蜜，我不能忘记你我的点点滴滴。我要带着今生的记忆，在轮回中找到你，永生相守，抱着你不分离。想起你谢谢，还有我们家叔叔哦。这首歌叫玲玲哥，谢谢书生，你复制什么玩意儿？你是不是没话说了？谢谢一下，复制一下。玲玲哥，他们愿意复制你说的话，你夸我一下，让他们都复制去。这帮人，我是受宠若惊。这个直播间真好，不限制打字，当然了，骂人的也不限制。咱们家骂我的，咱们家人一般都不封，除非是真的那种诋毁的没完没了的才封。谁敢骂我，去骂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刚才那首歌叫《孟婆的碗》，寂寞的自由。今天什么？我在想把我这个电脑桌换一下位置，要不然我就不在这个房间直播了。这两天我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换一个大房间，省得别人一进来还以为，哎呀，你家都穷成啥样了，你在这个小房间直播。太憋屈了，你看看人家女主播那房间，我应该脱离这，离开这个房间，让我们家里人也有一种视觉的享受。省得整，搞得我怪寒酸的。我考虑考虑。但别人不知道呀，但这租的房子，跟自己家肯定，你老大，你这房子多少平方米？
你说我一共租的这个整个的我的房子多少平方米，还是这个房间多少平方米啊？这房间再整理也就这样了，因为这房间本来就很小。租，出租，出租，租。这个房间住大房子，直播啊。这个整个房子的房间大小大概应该是90平方米左右吧，就是我租的这个房子全算在内，连卫生间加一起就整个的面积，但是这个屋是最小的了。但是这房间小，看着这房间比较憋屈啊，这个房间是一条走廊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拐弯的地方特别多，显得就那个了。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不能去客厅直播，我在想这问题，去客厅直播的话，你说万一要是客人来了的话，看你这一天，我去，你来这会儿学厨师当主播来了，这么专业，我的设备都不愿意让他们看见，他们平时来我家我都把这屋门关上，他们总想进来参观一下，哎，我看看你直播间什么样呗，我说不让看。我们这边的邻居有一个，就是我跟你说想法很细分化的那女的，她是快手的主播，她用手机直播啊。支持官方，对不起官方。支持歪歪，支持官方，对不起。这他妈就尴尬了，我操。冲开一下，这样比较好，又犯错了，你们不要再问我这些东西了，讨厌，说一整就说漏嘴。你自己说，你们要不问我能说吗？就是你们要说的，哼，翻脸不认人怎么的？咱们家刚才又多了一个新守护，是小夏，小夏开通了守护了，他并且卡了两次环，又开通了一个守护。小夏喜欢听什么歌？没事，不用点了，我给你唱吧，这首歌叫塑料花送给你。一首塑料花送给小夏。小夏你听好喽，我的手张开一把，答案出来你别犯傻，问一问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情感穿了甲，你累了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曲终了人散了，看看谁走得比谁更潇洒。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雨住了，再来再去泪如雨下。算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雨住了，再来
幸福只是一把塑料花。谢谢王家书生，小夏你面子大，咱家聆听哥开了一个国王，我才送他了一首歌。我都送你三首了，今天陛下下来了，陛下必须得在聆听阁下面，为什么呢？这都不是我告诉管理的，管理自己这么调的，都我都跟他说了，谁表现好谁在上面。麻烦最近出勤率太低，所以就给他往下面上一上，乘马上的杯子已经不错了，随时换人。我的手张开一把，弹出来你别犯傻，问一问都回答，是谁先给这份情感缠了枷，你累了我哭了，松开手还是结束吧，曲终了人散了，看看谁走的比谁更潇洒。散了吧散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雨住了，散了才知泪如下。散了吧散了吧，有些话不说也罢，风停了雨住了，原来幸福只是一把唱情歌的时候不要逗我，我把这句话复制给麻烦，我要提醒一下麻烦，麻烦您马上就排最后一位了。你现在在二麦是聆听哥给你送到的二麦，不是他老逗我的。麻烦应该不在。欢迎回忆那么少，还能唱最后一首歌，唱个嗨歌吧，等会儿待会儿站起来唱小李的365天。笑死了，那咱家人还行，咱家人这方面都挺好的，大哥做的都挺好的，互相谦让，谁也不爱出风头。什么歌？聆听歌。我把麻烦送一麦了，我去，你要给他开守护啊、哦！麻烦现在是主播聆听哥，你还别说，还真能刷礼物开守护。麻烦总是来骗咱家礼物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一混场的，他就是你看着他是 VIP， 没事了就把我移除到麦，啥时候移除的我不知道。然后别人就闭着眼睛过真爱，然后就给他送礼物。他没事就把我移除麦，自己搁一麦待着。真的，你问咱家管理。行行，我不欺负他，我不欺负他，回家回家回家。你还不够你们保护的呢，保护完那个，保护这个。他就图几个真爱啊，我家毕业他没出去了，积少成多嘛，没肉的时候苍蝇腿也是肉啊。呀小夏，咱们俩加个好友呗，然后加个好友，
我平时不聊天，你放心，我是正常的主播，我不是聊闲人的主播。然后我到时候给你发守护专属头像。我看咱们家小夏在哪儿，成功化解了尴尬。小夏，小夏，我加不了你啊，你加我吧。啊，管理帮我把好友发送给他吧。算了，我自己发吧。我发你私聊了，你看一下，留长刘海才好看。我们家的守护头像马上就换了，不用这个了，要换衣服了。三个月一换守护头像，一更新换一些其他的守护头像，那统一换了。嗯，想你的365天，365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边今天要上那个工会的那个微信，今天肯定我还能上去，我都连续3天上去了。突然间哪天不给我整上去，我还不得劲儿了呢。小夏加好友没啥用，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私聊过一句。不是，有用有用有用，小夏你别听他瞎说，咱俩加个好友，我发头像。你看见私聊吗？我有了第一个好友了，但是我没收到你加我的呀。谢谢我家小兵，你加我一下。我没收到，你重加一下。谢谢小兵。站起来唱。好的好的，我整个场景。没有好友，咱俩不是好友，你加错人了，肯定是冒充我的吧？冒充我的你不要信啊，我还没加你呢。完了，你是不是被骗了呀？不会骗你色了吧？我不是那种人。我对男人不感兴趣，不是，我不是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我就是我不是那种人，我也不会骗你充资返利什么的，你就不要相信冒充我的，你把那个私聊什么的都关一下，然后你来加我，你看一下私聊里面有没有我给你发的私聊那个我的好友答案。我来唱歌了啊。请安静，肃静！我是性取向正常，我不喜欢女的，我不喜欢女的，我可是正常人。你没加上我。春风扬起你我的礼品，下雨打湿孤单哦。
笑和痛苦。心里有你说过的故事，哦，梦有你回家的路。谢师长，穿的是长裙又不是超短裙，哎，你们这点吹是不是傻呀？唱到激动的时候兴奋的时候来回乱动可能会露一下腿，下次不也穿裙子吧？你们这玩意有没有点吹？在我直播间看个腿感觉是看着啥了似的。你们喜欢腿，991到处都有腿，你为啥不去看？要不是穿短裙，这帮人简直了。哎，小孩都是这样的，简直是受不了。哎呀，你防的太死了，这不是防，这个关键是有的时候唱歌就是唱歌，要不然怕你们分散注意力，所以993都是鸡腿。哦，你这意思我是大象腿，所以你喜欢大象腿不喜欢鸡腿，你得罪了我知不知道？你不知不觉的已经得罪了大象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小夏没加上好友啊？你是不是加的聆听哥呀？你加不了我好友，如果我没同意的话，你不知道密码是加不了的，你肯定加错了，我来加你吧。不对，没加上，重加。我又给你发过去了，你给我发消息我没收着，快点，不加来不及了。小夏你一定要小心，这歪歪让骗子可多了，比如说麻烦叔叔这种挂子成马，然后刷了1000万，然后还骗别人真爱钱，一毛一毛的在一脉待着，歪骗子可多了呢。走远刷了那么多钱，能回来一点是回来一点，没事就在一麦上给我移除待一会儿，收点一毛钱礼物再走。今天直播差不多结束了。我们家小直是这么说的，我们家小直说，
你一天一场直播真的可喜欢看了，因为你状态可好了。想看你更多次，但是就怕你累了以后影响状态，所以一天一场直播，你感觉你状态可好了，特别是唱歌的状态。无聊，哎呀，无聊，最近不怎么愿意跟我说话，这公平。昨天喝多了，愿意跟我说话。无聊说他有点失宠了。无聊，你没失宠。别吃醋，无聊，加了还没收到，没收到呀？860吗？不啊。无聊，你看麻烦是不是被你气走了？麻烦你就打他，你也打不走。麻烦你就放心吧，他就是7156的定海神针，他是走不了的，你放心吧。你还是担心担心无聊吧。小直看不起你，背地里拍马屁，有本事公平来。这个是我的 YY 号啊，但是你没加我。嗯，麻烦是打不走的，不用担心，担心我也不担心你，你不担心你。你啥表情啊？请你注意一下那傻子，人打错了，不是那个傻。雪儿，我刚续费了，你没看见吗？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今天是 YY bug 了。谢谢我华一哥续费的守护，感谢我小夏开通的守护，谢谢。还有谁续费守护了？举个手，不要沉默。泰哥，感谢我华一哥续费的守护。谢谢华一哥。没有。让人都看一会儿了，别给我话题，都干啥呀？都看，谢谢我怀一哥啊，谢谢我怀一哥。这种说话水平，赵本山都会笑死。我说啥的？我没有收到小夏。没收到。等我下播前好好整一下吧。这里，但是没加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跟林天哥上回犯的是一样的那个。林天哥那个时候他在国外，他网上他也是卡加不了好友。我现在也是这样的，没事等会儿我加你。无聊，你别吃醋了，你没有失宠，真的，你多跟我说说话吧。啊。爱你永不回，这歌我不会唱。续费守护不点歌啊？华一哥你点歌吗？小夏你点歌吗？他们肯定不点。雨玲 Hello， 人必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羽毛，或轻于雨玲。雨玲最近在跑骚，我知道他已经，他现在就是马甲是咱家了，他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书生已经学坏了，对，书生我跟你讲，他其实远远不是现在这样，我感觉书生是一个很神秘的人。我们可以慢慢了解一下书生。当顿不要说那么直白。
哥，你点歌吗？还有小夏，你们要不点歌，我可就真下播了。你们要点的话，你们就点。像我这么纯洁的越来越少了。哎呀，吐完舒服多了。小夏再点就四首了，浪费。无聊，你这说话不点，你看看，原我怀疑哥，看看，从上个平台一直支持我到现在，儿子刚大学毕业，你看人家是一名老师，就这么支持我，事儿一点都不多，跟无聊完全是两种人。无聊他这种，他就是跟我见过了，见过完事儿了呢，我一对别人好，他就吃醋，说话总是带情绪，哎。说话总是带刺儿。哎，说吧。无聊，他其实心眼一点都不小，当然是开玩笑的。无聊他是挺为我高兴的。其实说实话，咱家要是越来越好的话，无聊真的挺高兴的。就是还看见没看着他，你去死。今天的木头腿你觉得好看吗？哎，今天木头怎么没来呢？我刚发现，你们不说我差点给木头忘了。咱家好像还有一叫木头的那人吧，不太熟。哎，有是不是？对，还有时光。嗯，今天就跟大家玩到这儿吧。等会我要去伦敦了，我收拾收拾，换套衣服，去一下伦敦，换一条牛仔裤，换一双滑板鞋，飞奔去伦敦。老大，今天晚上咱家人跑骚的肯定挺多，跑骚的挺多的，爱跑跑也没事，跑完还会回来的，热门第一，一直都第一热门。去伦敦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剪一下刘海，因为我刘海长了。你们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？我最近都没有留刘海，就是这样的露本都给你们直播的，是因为刘海长了。我去剪一下刘海去，然后明天再看见我的时候就可以去起刘海了。嗯，露这样好看，但我不喜欢露本露，我觉得露本露不好看。然后我再去唐人街吃点中国菜，然后再去凌晨去海鲜市场，海鲜市场就在伦敦，然后凌晨三点起床去海鲜市场买点虾，买点螃蟹，买点那个生蚝，然后坐火车再回来。嗯，哎，最近伙食有点好啊。嘴馋死了，林天哥告我少吃点海鲜。嗯，那你最近把我喂得太饱了，我拿着钱干啥呀？就是喜欢吃的，别的什么都不喜欢干。我的口腔溃疡没事，大家不用担心口腔溃疡，怎么吃都没事。哎，林天哥，我不骗你。你可能说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，我跟你说真的啊，我昨天不是去超市吗，然后我心情都特别特别的好，然后我那个邻居就问，哎我操，你现在心情那么好，你逛超市都是蹦蹦的吗？
就是我推着车来回，我就肚子压在车上来回跟那会儿飞奔的走，你知道吗？完我朋友说，哎，刹车刹车了，他说你。线了，等一下，不是你们听我给你们讲完的。然后他说你，行了，这时候掉我也满足了。今天一场直播都，今天一场直播都没掉。然后我朋友就跟那块说，我朋友说，你这是逛超市呢，你还是蹦超市呢？都有什么好事啊？心情这么好。我说算了，你们也不懂，你们不了解歪歪。他说你讲一讲呗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国王不？他说不知道啊，国王是什么？就咱们逛超市的时候嘛，边逛边唠嗑嘛。俺都看不惯我吹牛了，怎么没给我报义卖呀？啊，在义卖呢。算了，我不给你们开视频了，我就给你们讲完得了。然后说你知道什么叫国王不？哎呦，关注没拉呀，我没拉关注，你们为啥不提醒我呀？我刚发现播了这长时间，哎我去，咋提醒？这公屏怎么不提醒呢？刚才到时间拉关注了，一直都没拉关注呀，碎了。